那我们就往回走了。OK， 因为整条街上大概就是这样。但正面拍的话还是要练一下。嗯。对，那正面拍的话，看刚刚有一个出来。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就是上班的时候。对，他去这边上班。对。因为你是要去这边上班，有讲过这一间是有名的料理。Ela para pedir mistura. Pagou. हेलो निकल गया मैं इधर से まだ。